朋友们大家好，咱这不是最近想卖红肠吗？在抖音小店里面，我今天正好没啥事，我来看看商伟红肠，看看商伟红肠什么情况。商伟红肠全球就这一个店啊，前店后厂，代购红肠，代购的，看到屋里去了。行，我看看。那我马上进屋了。啊，行，我了解了解。啊啊，排队呢，这在这呢。刚才就是吧，啊，就是你就是花钱雇人买的，对，啊，这多少钱一斤呢？这个十二斤，咱不是一家的哥，咱这啊，行，我看看，对，自己家的，这多少钱一斤呢？一样，这是一斤吗？一斤左右，还有不到一斤的，让称腰。他这玩意咋能到一斤呢？这玩意就。没有标准的，没有标准的。对，你看这东西对多少啊？没有标准的，这不到一斤的，没有标准的，这玩意咋整？你卖啊？按斤腰，按斤腰。对呀、啊，这是瘦肉的还是肥肉的？这是肥肉的，这是瘦肉的。瘦肉多少斤呢？45。啊，瘦肉的贵啊。对，窗口也贵吗？啊，窗口也贵吗？对，来场的贵，出场的贵。行，我看看，又看回来。行，我溜圈，一会儿过来。啊，兄弟，大家排这都是人呢，那咱也排一会儿。那都二道贩子刚才接待咱呢。哎哥，咱这红肠是多少钱一斤？36.8一斤。瘦儿童肠呢？38.8。他那个塑封的情况下，那红肠就是一袋能有标准一斤的吗？没有，那玩意没有那么标准的，赶不上啊，都是一斤左右。那他们在线上发怎么发一斤呢？怎么发那玩意儿？啊，他们在线上发做代购的怎么发呢？那知道。那咋能凑到一斤呢？这玩意儿？你不吃上加微信？哎呀，你这是带货的、啊？对，我家是快递，直接给你买完。我这现在就给快递买的，要邮走的。不是阿姨，你说这玩意儿咋能凑到一斤呢？这玩意儿？啊，咋能凑到一斤呢？你买几斤呗？你要买几斤呗？买一斤呢？买一斤就是40根呗。4根肯定是一斤吗？一斤左右晃的，买一块。那要是不到一斤呢？哪有不到一斤的？差不多都一斤多。哎，大哥，那塑封窗口收不收钱呢？他上外头收，他家卖完了，塑封的已经卖完了，都是散的，上外头来塑封。你要发快递吗？啊，发快递免费给你做。你找我，我在上面等着你。啊，窗口里面有塑封好的是吗？之前正常有塑封好的，有一斤标准的，一斤左右。那一斤塑封好的多少钱呢？36.8，也是36，塑封好的36.8。他们排队正常花钱雇人多少钱一个人？啊，100多呢。现在呢？现在10块钱一趟，10块钱一趟。我看这排人也挺多人的，这限购1000块钱是不是？过年时候限量400，现在我听着没有那票了。限购600，啊，不是1000了。正常来说，你从来买过年票一打不接钱，给我500。啊，每个人们。你要多呢，我们就在五仁环雇人排队，我们都不进了，就雇人了，我们就给人唱去。您说80给人80，您说100给人100，一说不150你给人150。排队花就雇人。嗯，都给人。你要说买400块钱红肠吧，你得给人500多，就这个意思，给人挣人就挣这个烫的钱啊。那红肠够多少钱一斤了？那得够40多一斤了。那到了呢？40多，到过年得够50。全多了没有？一斤丸子，完事就这些。买完了，红肠是36.8，然后儿童肠是38.8，这是在窗口的价格。但是你要是在二道贩子里手买呢，就是贵了，你知道吧？二道贩手里买是儿童肠是45，红肠是42，嗯，然后我还买了一点丸子啊，我尝尝，我好久没吃了啊、不得有2年没吃了，反正也差不多啊。嗯，还行。挺好吃啊，挺好吃。刚炸出来的口感肯定是要好，嗯。这丸子是多少钱一斤哈？
丸子好像是20多块钱一斤吧，丸子是25.5块，我买的是27.56块的。但是我现在发现朋友们一个问题啊，咱要是上车卖，第一呢，缺少啥呢？这三碗红肠它是咱们呢？第一，人家就这一个店，全球就这一个店。第二啥呢？人家不在网络上卖，就是人家老板不在网络上卖，在那个线上卖全是2.5万嘛。第三呢，就是人家不可能给你提供这个手续啥的，知道吧？这个手续咱要是卖三碗红肠的话，咱操作不了啊。不知道他们在线上怎么卖的啊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？然后接下来再尝尝这个儿童肠啊。你要是在网上卖的情况下，肯定会更贵，你知道吗？肯定会更贵。这个应该是，啊，这是啥肠？看不出来。啊，这是儿童肠，儿童肠是小的啊，是这种小的，朋友们啊，一定要看好了，是这种小的儿童肠，里面没有瘦肉的，没有肥肉的啊。这个我吃这个肠啊，烟熏味儿有点浓，但是红肠记住朋友们，普遍都是没有淡口的，都是有点咸啊，都是有点咸。我可能口有点轻啊。然后这个是肥肉的啊，啊，肥肉的啊。肥肉的肠感觉更软一点啊，我吃红肠味儿都差不多，口感都差不多。但是人家有外地人买的，人家就吃你这个三尾红肠，别的红肠人不吃。所以说咱要是想卖红肠的情况下，三尾咱还得真得琢磨琢磨研究研究。人家说，就这三碗红肠，朋友们哈，给这20多万的都成全了啊！20多万的一年说做线上，在发快递给人做代购的，一年都能挣个40-50万啊！带动经济呀，真带动经济呀，朋友们！我吃红肠味儿都差不多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。但是咱要是做红肠呢？我就想研究这个农大肉联还有李道子，研究这三样啊。毕竟手续啥的各方面，咱上门店去买做代购，人家能给咱出手续，咱做连接的时候咱也好做。你这商委呢，做连接可能有点费劲，商委咱就先再说，咱先把农大肉联李道子先看看能什么情况，看能不能做上连接，然后咱上车里卖。这个三尾红肠啊，可以说是，可能人家就是这一个店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四外八方呢，都往这要想买红肠，都得上这儿来买。人家呢，怎么说呢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啊。这个营销啊，各方面啊，厉害，确实厉害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下午再研究这个其他的红肠。